律师叫做平安夜真平安。我们先第一次示范唱，然后我们再一起跟着唱一次好吗？
现这位到底是什么婴孩？是什么婴孩？有没有答案？有没有人有答案？是什么婴孩？是耶稣，对，他是基督我王，对不对？他神爱世人，他降生到这个世界上，他本来是有神的形象，可是他却变成一个小 baby， 一个小婴孩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为了我们的缘故。所以在圣经上面这样说，他说天使对牧羊人说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，就是刚才我们唱的那个婴孩，他包着布，他卧在马槽里。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个就是记号了。所以好不好，你们手上如果有那个纸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这首马槽歌。一个婴孩包着布，他卧在马槽里面，这就是记号了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马槽歌。
四面照顾他们，牧羊的人久甚惧怕。天使对他们说：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讯息是关乎万民的，是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。所以这个夜是一个平安的夜。我们有一首歌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平安夜，我们希望能够把平安带给大家，我们唱平安夜。如果你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唱，我想这首歌大家都很熟，平安夜，让我们一起唱平安夜。平安夜，没什么，对，我听着，我怕听众了。平安夜，妈妈。平安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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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
我们要听啊，天使在高唱。我们这一首歌，我们邀请大家听啊，天使在高唱，邀请大家一起跟我们高唱，天使都在高唱，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高唱这首歌，好吗？